今日请坐。各位同心，各位同志，大家安安，大家好。好。哎，先别拍拍破啊！咱台湾人吼有一种个性，就是吼家己拢无主张，啊，别人安怎讲，啊，就照人的意思。啊，那发生以后，就讲吼，我老早就知影，其实伊不一定知啦。我即摆有几个问题要来请教各位，但是要请教以前吼，我无爱互恁看边啊，安怎你这边安怎，所以拢目睭开开，目睭开开啦。你讲对讲唔对拢不要紧哦，嘿。好，我再讲一摆，你讲对嘛不要紧，啊讲对嘛不要紧，嘛无效嘛吼，都爱听我讲的安尼嘛。对唔对拢不要紧啦吼，啊你家己想就好。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嘿。啊，你一定爱举手，袂当讲无举手的哈。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再讲一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举手。手捧啊！啊，唔对的举手。手捧。来，白纸甲八号金。一半啦，吼、哦！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人举手，啊，台湾唔是台湾人的台湾嘛举手。来，咱来检讨这个问题。简单的一个问题啦，你若台湾是台湾的台湾哦，啊，你想来台湾的问题，你无法度做主。你的车，一只车，你的登记你的名，你要开就开，你不爱开就不爱开，你要有什么人开，拢会当你指定。台湾若是你若是台湾人的台湾，啊，你台湾人也袂当指定，牵涉啥主权的问题啦。台湾这地土地的主权到底什么人的？啊，要问这个问题以前，我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目睭开起，哎，金起无要紧啦，因为你会晓回答啦。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对个举手。对，真个假的？你住伫国宾饭店，你今日去check in。啊！伊宣布讲国宾饭店是我的，敢袂使咧？住几天好？好，你住几天？好，你住67年啊，68年，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好，你住100年，你就袂当宣布讲国宾饭店是你的，是安怎？国宾饭店你住在那里就是你的，你住伫台湾，即个土地就你的吗 ？No。你住在国宾饭店67年、68年，一样不是你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所有权状啊，没有所有权状啊。所以，你今日来上课就是要研究讲啊，台湾的主权到底上诶？你个兵历史，你拢读过历史嘛？中华民国历史拢读过。什么人会当决定台湾这个主权？台湾这个土地到底是什么人诶？你个兵历史，兵诶。你有看到两个，一个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讲啥？你含你读的都唔对呢。我阁甲你讲，马关条约讲，中国将台湾配偶割让给日本。你读的课本是安尼写，请你举手。阁讲一摆，中国将台湾战败嘛，甲午战争战败嘛，所以中国将台湾甲配偶割让给。日本，你念的书是安尼写，请你举手。你的册安尼写啦，不是讲你啦，册安尼写对不对？好，来手放下。啊，册内底不是安尼写，举手。不是安尼写，啊不写啥？啊不，你无举手什么意思？你读的册，各位啊，你拢有读册啊无啊？有嘛对不对？啊有读足好，啊有读个歹尔嘛。啊，但是即句拢有读到嘛。我跟你讲，你含。台湾朋友，马关条挂什么人，你都唔知影。我跟你讲，想你，我跟你讲，你唔知道，你唔爱相信对吧？来，请你看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第一句字，第一句话就好啊，当然第一句就好。看好啊，看好啊，这真要紧哦。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未签订合约，什么人跟什么人？皇帝跟皇帝，对不对？是不是？好，来来，过来看我，法律啦，这是法律啦。皇帝跟皇帝签，皇帝敢是政府？是不是？天皇帝国，这个天皇是不是日本政府 ？No， 你讲奇怪呢？咱谈的刚刚不是安尼呢？我跟你讲，为什么天皇不是代表日本政府？我跟你讲，证明给你看，好不好？来，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所以在1945年9月2号签了一个投降书。你知道什么人去签那个投降书？日本派什么人？派大日本帝国的外交部部长，叫做重光葵。来，那个投降书拿出来。啊，就那种橡皮的那块哈，你要看那个投降书。投降书签的时阵呐，重光葵不是代表日本政府哦，伊是代表啥？伊是代表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 and 汉，所以表示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无共款。来，你看，来先卖卖叮当，重光葵你也看哈，顶块有重光，这个就是那个投降书的原件呐。你要看重光葵。来，搁较揪较落来，好来，搁较起来，搁揪较落来。重光葵那个地方把它放大，重光葵的地方把它放大。重光葵伊个写真清楚哦。重光葵一开始也抬头，它的代表谁？它代表 Emperor of Japan and Japanese government， 就是代表日本天皇。加日本政府，所以可见啥？哦，你看哦，照看哦，足清楚。我讲哦，咱台湾人哦，因为国民党你甲你搞，伊是要从头到尾要甲你欺骗，所以伊甲你讲一个，互你看无的。你看看哦，足清楚哦。Behalf of the Emperor and Japan， 哎 ，the Emperor and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有啊？你看无？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是不一样的东西呢，不一样的法人呢，所以这些事情看了，又回来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里面很清楚的，是大清大皇帝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签的条约。签的条约的时候，他说什么？将台湾周边群岛 and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啊，所以台湾这些土地跟台湾的周边群岛跟澎湖现在很主席马关条约一样变成什么人的？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有这些土地以后，他才来交予总督去管理。要交予总督的以前，你知影吼，日本天皇伊本来土地是北海道本州四国甲九州，伊即个土地伊家己人我都管，天皇那我你家己管，甲你应该女王共款嘛，伊我都管嘛，伊搞啥物啦？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的首相来管。但台湾甲澎湖即个土地本来是清朝伊的拓殖地，就是伊的殖民地啦。我想来讲，伊个殖民地唔是土地呢。你甲看清朝迄当个相片，来，咱看以前清朝个相片。好来，这清朝个相片，唔是我画呢，迄当阵就有啊呢。啊，台湾敢若亲像一只啥蚕呐？蚕人讲哈，讲啥？牛啊，牛啊，就歹讲个牛啊，无唔对啦，牛啊。哎，你来看，啊，正平来欠，啊，那国民党甲你教伊讲哦，啊，都正平去当阵沉伫海底，到落尾才浮出来。乌白讲的啦，我这乌白讲的，正平是啥个？高山族的啦，高山族的啦，啊，高山族，所以你来看哦，反正中国人看来夭寿了，迄
个皇帝吼，将规个人挂予日本天皇啊。啊，所以日本天皇摕到伊嘛戆戆呢。啊，伊想伊个管呢，但是伊无想着讲，即、這个啊做高刷做个所在啊，毋是清朝的。我甲你讲，国际法的咧有规定，殖民地才可以割让，拓殖地可以割让，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这国际法规定的，万国公法来底写，写甲足清楚的。因为台湾迄个时阵是清朝伊的拓殖地、伊的殖民地，所以他有权利甲割让。你来看《马关条约》内底后壁阁一条哦，伊讲大清的大皇帝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天皇，底下《马关条约》冇写，但是写了后挂了后，三个国家出来抗议，意大利、德国甲苏联，伊讲 no。那是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你不能割让。日本天皇啊，行伊，所以经过十天，日本天皇才阁甲清朝签一个条约，叫做《辽南条约》，将辽东半岛献予清朝。啊，迄时阵辽东半岛是啥物所在？你知不知道？伊伫清朝叫做奉天，奉侍奉的奉，奉天呐、啊。奉天就是啥？就是清朝伊的发源地。啊、哦，满族人，迄、那个满清的迄个满族人啊，伫这个所在发源的，所以伊是个神圣不可分割领土，所以无法度日本天皇经过十天，才阁签一个《辽南条约》，将辽东半岛献予清朝。来，过来，日本天皇接受了着台湾平遥，甲这个台湾的周边群岛，伫迄个时阵，伫迄个时阵。日本天皇拄啊接的时阵啊，伊派总督，因为迄个时阵台湾唔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因为伫国际法内底讲，殖民地挂予人，迄块种嘛是要个殖民地。安那讲，美国甲西班牙战争，美国跟西班牙战争，1898年战争，1899年西班牙建书，建书以后，伊用巴黎条约将波多黎各、古巴、关岛、甲菲律宾四个地方啊，割让给美国，因为这些土地是殖民地，所以割让以后仍然是殖民地。啊，后尾啊，古巴是经过三年，甲1902年，美国和古巴这个所在啊，独立建国。啊，这独立建国的时候呢，他没讲啊，他太早了。所以呢，伊这个卡斯楚啊，以及迄个共产党啊，因为老百姓种生活真艰苦嘛，啊，所以共产主义啊底下横行，啊，所以对古巴独立以后啊，很快的速度啊，都变作共产国家。啊，要伊要交予古巴的以前，伊从关塔那莫湾这个所在啊，甲伊签一个条约，99年加99年租约，美国。甲古巴租啊，所以甲即马为止，卡斯楚讲 ：“No！我不租你。美国你已经签了啊，啊你签了，你不爱滴啊，我话紧，我著每一年将这个钱甲寄伫国际银行内底，你领也好，啊你不领也可以。甲今日为止，卡斯楚歪念，但是甲签99年，后面还可以续约。诶，世界美国甲人签这个99年加99年，有三个地方呢。”第一是古巴，第二个日本，日本是啥？普天间基地，普天间基地就是迄当阵琉球，1972年5月15号要献予日本以前来签的，就是普天间基地啊，99年加99年。第三个所在，你应该知影，台湾，台湾什么所在？金湖路100号台北市。对，来哦，迄对插队啊，20000几平，99年，搁再99年，啊，时间到，美国要搁签，会当签。你敢捌看过世界上有迄个签99年，搁再99年左右的？你捌看无？捌看你举手。我听你讲，你也捌看，你有两个所在看过啊？古巴跟迄个关塔，迄个普天间基地啊，啊，第三个就是。来哦！啊，这三个所在有一个特点，你要注意什么特点？拢是美国的占领地，战争的关系，占领后，战
战争法有规定讲，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袂当移转主权。啊，袂当移转主权。啊，美国宪法嘛规定讲，你袂当搁再增加新的领土。啊，袂当增加新的领土咩啦？美国真巧啊！好啊，我袂当增加新的，我袂当甲你占啊，我做诶总会使嘛？九十九年搁再九十九年，啊，九十九年以后搁再续约，啊，这毋是互伊啊，不是啥？我去带领导，甲你签一个九十九年，搁再九十九年的，靠迄款的条约。啊，你们保证讲不会跟台湾，当然不是讲断交啦，实际上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啦。那阵台湾是一个国家哦，啊，你们保证讲美国袂跟你断交，啊，断交以后是土地变啦，所以就可见讲这块土地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嘛。啊，占领中是为对一个条约来，从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二十三条。很複雜的台灣，在這麼複雜裡面，你今天來這裡上課，你就是想要得到答案嘛，我今天要跟你說答案。日本天皇戇戇去拿到台灣這塊鐵餅以後，高山就跟他反抗，高山就說這是我們的土地，你異族，他說異族嘛，不是高山嘛，你異族進來這裡，我的生活領域你都給他改變，我每天打獵打得很高興，你一個人說不能打獵，不能有獵槍。所以有一幅電影叫做《賽德克·巴萊》，有去看他的手，不是說那出很好看，你沒去看，很可惜，你要去看啦。賽德克·巴萊，他那出電影伊伫演的时阵哦，迄以前他们讲我嘛，伫迄以前我就写，我甲看看哦，伊迄历史哦，和我写拢同款的，唔知是伊抄我也是啊。就是讲，高山族伊认为讲啊，我的土地是安怎样来入来？因为伊入来以后，高山族反抗，啊那咱这平埔族这边哦，都本来是清朝的，啊就想讲清朝来管，啊甲日本人来管拢同款。伊就袂想讲，即块土地已经挂予人去啊。所以高山族伊反溃以后，日本人有召起工来，伊啊呐，伊召集一个国际会议，就是检讨迄个高山族伊想呐要反抗。啊，伊开一个国际会议来滴，毛请美国迄当伫厦门的参议啊，作为来开会。想来叫去美国来开，因为美国人有甲印第安人斗争的经验。开了了，因就决定讲：哦，高山族不是一个国家，一起部落，一个的部落，所以它不是部落，所以它不是国家，所以它就不是国家的形态，所以伊就甲征服。我用征服两个字，你爱怎样？不是建业甲建树，国际法内底无建业甲无建树哦。刚才我讲征服 conquer。政府以后，所以在1905年到1915年十年的中间啊，日本人用警察甲军队啊，为北部啊一直甲南部啊全岛拢征服。征服以后，台湾有史以来从1915年开始建立一个主权的观念 （sovereignty）。所以台湾的主权什么人建立的？是日本帝国的皇帝建立的。所以这证明对不对？在1922年的2月6号，有一个华盛顿财经协定，有九个国家签的。签的时阵第19条，伊讲承认台湾、澎湖、甲周边群岛是日本的领土 （territory）， 日本天皇的 territory。所以为1922年开始，台湾这块土地拢是日本天皇的。后尾发生战争，1941年。建立了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导航。导航以后，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到27条，这么多这条约有对日本天皇搞处分吗？没有，没有处分，法律没有规定的，等于啥？就是无啊。所以对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仍然是谁的？日本天皇的。有。第一条的美有甲讲，日本天皇放弃伊个国家的代志国事啊，将国事交给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来负责，就是迄个北方对迄个日本的北海道、本州四国、甲迄个九州啊，迄几地，对台湾这些土地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所以
台湾这块土地的日本的总督，台湾总督府的官制到今天为止仍然有效。还一点很重要，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宣布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让台湾人民有参政权和参战权。问题就是这几点了，因为有参战权和参政权，所以台湾人为那个时候开始变成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啊。但是因为日本那四块土地的人，日本的宪法去由麦克阿瑟修改第四条和第九条改下去，所以现在这个日本和日本帝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不一样，日本人已经是变作日本天皇的国民，国民国民。台湾人要是日本天皇的臣民，你敢能用想的臣民较大还是国民较大？总归臣民较大。阿边啊证明，今年8月15日我证明给你看，因为今年8月15日靖国神社邀请台湾政府的内阁和参议员3名、众议员5名。去靖国神社参拜，跟日本的内阁一起。我跟日本政府讲，我台湾政府要站头前。伊讲，你日本呢？安尼啊，该尊重啊，我站头前，我歹势。我是日本天皇的臣民，你们只是国民而已。你也站后边，日本人惊到呢？啊，怎么日本人惊到啊？伊讲要修宪呐，伊开始要修宪，你有看不步骤无？是威压引起的，所以台湾人啊，现在已经比日本人较了不起呢。啊，你们拍手哟！哎，你注意听，你无念听这个课吼，你会知嘴啊拢开开的，听讲袂记拍手呢。谁哪讲呢？因为我讲的是法律啊，啊，你冇听过啊？啊，你有冇听过？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好唔好？来。你伫1945年8月15日，啊，做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就是迄个台湾光复节出世的举手，光复节出世的，1945年10月25日以前啊，台湾光复节出世的举手，啊，以后举手，你给我骗去，台湾建树闹光复节，你看，你中到偌深就好啦。台湾建树啊，你袂记吗？来，我问你，你唔对足多啦，我搁跟你讲啦，你们笑啦，你错的一大堆啦。你前68年教育看国民党偌成功就好啦。好，注意哦，台湾建树哦。迄个时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台湾有参加无？有会举手？台湾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有会举手？这唔敢原谅吗？叫侬唔敢赢，好，放下。啊，无参加赢举手。我看，目睭爱起起才会使啦。啊，无拢吼，你看啦。当然参加，奈无。你袂记讲，有一挂人听着讲去派去南洋战争，啊，去中国战争，噶无？奈有参加呢？奈无？啊，无我请问你咧，靖国神社有几个台湾人？伫迄个所在，伊个英灵有偌济？39100名呢？啊，遐人呐？你看，遐人偌可怜，遐人哦，死无人知影吗？遐人就是为台湾死的啦，因为台湾去战争，啊，这时阵台湾是谁的？是日本天皇的啊！为着日本天皇，为着台湾人去战争去死的，啊，你竟然袂晓甲感念呢？39000，我问你，中华民国总历史内底有台湾人无？无呢，100个尔啦，较无100个啦。啊，台湾人替伊死偌济？啊，是啊，你台湾人不爱甲伊放伫中烈士，你会记得无？敢那三只，因两只飞机去弄死伊，三个人有无？要甲放伫中烈士，因就反对啊呢？为什么？伊将来唔爱甲你认为讲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华民国的人，你死都你死，应该死的啊！啊，你台湾人看外公就好啦，戆台湾人啦，因为你的教育的关系啦，各位。你来受训算真巧，
你今天来受训，我相信你已经知影讲台湾的地位，因为我伫网顶我有公布，白纸黑字，美国的司法院、美国的国防部，拢已经公开将台湾民政府的资料交伫咱的手头啊，白纸黑字啊。哦，你总算醒过来了。所以你怎样讲台湾民政府是真的嘛？啊，世界上会有两个台湾政府的两个台湾民政府吗？就对没啦，绝对不会啦。啊，所以讲较歹势，咱都厝的都咧困，照常接着捐款，时间的问题嘛。虽然当时过赢以后，美国就跟咱讲啊，安尼啦，你要接捐款好啦，三个条件啦，第一个是恁参加袂到啦。就是228个美国迄个名单爱摕起啦。第二个4000名，你爱分成4000名来接捐款。奇怪，你也不爱讲3000，不爱讲5000，为什么规定一个4000？因为当时单一来台湾的时阵，台湾的人口是600万，迄阵伊派来的1000个人来接捐款，一切1000个哈是乌落木者，小学毕业去做咱的校长嘛，足多呢。你敢都唔知影吗？你唔知影吗？你恁只少年的工人唔知啊？遐较老的拢知影，我拢知影。我读建中的呢，我英语老师不晓英语呢。讲起英语，我规班无人听有诶。我是第一志愿的呢，我是第一志愿，算讲迄阵台北市内底上届优秀头前的900个呢。啊，英语老师不晓讲英语呢，爱做我的英语老师呢。看来要求好，加在我英语是伫初中读的。我英语嘛算真老呢，尤其我文化读较足好个呢。啊，但是我读建中遐拢无啦，建中含国文的老师一塌糊涂啦。刚才遐叫你读迄个什么，迄个《论语》啊，什么迄个四书五经，遐叫填填名煞袂记哩啊。讲伊，即先卖讲啦，因为罪，因为罪恶哦有够侪啦。600个，所以带1000个来咱台湾。600万呐、啊，超一百，哎，超1000个来接受捐款啦、啊。即摆台湾2300万呐、啊，按照比例，几个？4000个。所以，然后好，两年前开始呀、啊，咱过了哈、啊，两年前开始，伫这个所在开始训练。所以感谢讲吼、啊，咱水月园的头家啊，尤先生啊，提供这个所在。你唔通叫是讲你是啊？你那拢爱交钱呢？你交钱唔是交台湾民政府呢？是你们是在农场里面来农那个民宿呢？你办民宿哦？办我靠办办民宿诶，请你举手，办参加民宿诶，哦，真济嘛，拢参加过嘛？啊那，卖讲卖讲一天几啊千块啦？咱只三天两暗，甲你收6000块，多好呢啦！我甲你讲。啊！有人讲哇，这么贵怎么行？哎、欸，啊那那贵，我是看是安尼啦。你搁怕没趁钱，趁无聊再来，这是真正。你想看咩？你连养活你自己都有困难，我让你做民政会官员，你若无贪污，我谁在你？看到钱，我把去在哪里？啊，就逃去啊！我跟你讲，咱台湾台湾政府、台湾民政，你也贪污绝对安那，安那。死刑对不对？是您讲的对不对？那唔敢讲呢，拢怕算要贪污呢，一堆啊！我讲问一摆，贪污死刑对不对？对一下手，你唔敢下手呢？啊，那你若无下手，我袂袂甲你派任迄、那个啊，这个官员啦。后迄个讲要死刑，讲较惊啦。你卖贪嘛，但你的薪水上报2倍、3倍以上啦。啊，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政府配当给你一间厝啊！你有厝有职业，啊，你要贪污干嘛？资料要摕到，摕未起嘛？对不对？卖贪污啦！台湾爱新的政府，爱有新的那个伦理观念啦，不要用旧的啦。所以我讲，你伫遮你受训哦，你脑袋要放空啊，爱接受新的呢，接受新的，这是完全正确。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日本天皇接着这块土地，用10年的时间，
将整个台湾征服侵略，侵略以后，伊就建构台湾的主权。伫1910年，1915年建构台湾主权。伫1922年2月6号，华盛顿裁军协定来的被承认。1937年开始，日本天皇照万国公法的规定，开始实施皇民化。各位，你敢知影北海道？北海道本来是啥个？不是日本人呢？北海道的人叫做爱奴族。爱奴族的人是讲啥？讲爱奴族的话，伊有伊的生活习惯。你有看哦，这爱奴族，这不是日本人呢？啊，所以爱奴族，日本天皇伫北海道改实施皇民化。改因教日本话，改因教生活习惯，让因教日本人同款。以后日本天皇才宣布讲，伫北海道实施宪法。宪法的实施是非常非常重要，在万国公法里面的代表讲，一块土地已经变作拥有者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日本天皇叫国际外，1937年4月1号。在台湾实施皇民化，让你改你的姓名，让你改学日本话，让你的教育普及。各位，台湾人的教育在战争以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咱这块土地，咱的教育水准比中国，我跟你说啊，官有够多，有够多啦。咱是文明的国家，中国是落伍的国家。但是，咱去有两粒原子弹，但伫广岛、甲长崎，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咱有参加战争，咱失败。啊，咱既然失败，请问战败国哪里有光复节？所以，我袂当怪恁讲没有光复节，有光复节啦。因为我捌甲12个博士生，博士生就是伫读博士的学生啦，查甫查某拢有啦。我甲问讲，啊，有日本时代谁轰炸台湾？甲讲日本啦，真爱笑呢。我头都袂记，甲你问讲谁轰炸台湾，你连跟我讲日本，无听爱问中啊，爱目睭起起，啊无拢无唔敢举手。12个来，这7个甲我讲日本啦，你敢问讲啊？为什么？伊甲你讲啥呢？8年抗战啊，夭寿！8年抗战，来，8年抗战，来看这8年抗战对啊唔对啦？日本1941年12月7号去突袭珍珠港，1941的12月7号突袭，1945年8月15号投降。我问咧，安偌久？卡波四年，对不对？啊，哪来8年？哪来8年？啊，你讲啊，中国8年也没有8年呢。中国到什么时阵把日本宣战？1941年12月9号，满两天啦。美国一个宣战，伊也去宣战啦。啊，伊宣战的时候，咱读个册内底，跟你讲什么人宣战？蒋介石，对不对？伟大的蒋介石，蒋公。对不对？啊，从此他蒋公宣布啊，这把日本宣战了后，伊讲废除不平等条约。你有安尼读无？有安尼读牙签？会捞起来啊！安尼也无牙签，你拢能离婚啊？啊，唔是安尼牙签，你拢牙签嘛？对不对？我甲你捞开让你看啊！12月9号，咱读的课本，甲你讲蒋公向日本宣战，哼。中兴新村伊有一个台湾省啊，做文物馆内底，伫台中啊，你去甲去看卖啊。迄文物馆入面，直直行到底，向左边50步了后，向左边你甲抬头去看，这张也无准啊。原稿有一张啊，后壁无用出来啊。伊甲日本宣战，迄当阵。国民党诶，这个国民政府的主席是谁？是谁？叫下，你不要看吗？这是官办的呢，什么人？林森啊，
你们命门铃声哦，你看哦，就是迄当阵中华民国总统同款呐，铃声呐，伊喜欢用铃声，国民政府用铃声，各位，迄当阵中国有三个中华民国啦，有三个中国啦，第一个就是这个啦，国民政府啦，第二个啥，汪精卫在南京啦，第三个是啥，毛泽东在延安啦，三个啦。啊，所以迄当阵铃声一宣布。把日本宣布建军的时候，日本不回应，为什么？我哪知道你这是真正的中国？啊，当初的蒋介石是什么物件？你来看哦，这后边无写啦，我用读的啦，我后摆去甲翕出来。后边够啥？行政院长什么长什么长什么长一堆啊！行政院长蒋介石，蒋介石根本没有资格宣战。伊甲咱讲的课文啊，伊向蒋介石向日本宣战，但是过两天，林森有发表一个，你知影国际上要宣战哦，不是亲亲太太呢，伊这个宣战哦，你甲看，你甲读啊，你甲读啊吗？伊写这个按就叫做宣战，宣战的国际法的规定按年月日时间都要写得清清楚楚呢。迄当阵林森向德国宣战的时阵啊，几年几月几日几点钟开始宣战，人有写呢？敢对日本写安尼啦，所以日本人歪插是正常的啦。啊，尤其是蒋介石佫讲迄句话，看到这会气，但是我囡仔时佩服他，佩得不得了。哦，不平等条约伊甲废除嘞。各位，所有进京以后所签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没有一个例外，全世界，全世界。不平等条约，对一人建军失败以后，用建军以后签的条约是平等的。从来全世界所有条约无一个平等，就是建军以后签的无啦。啊，你讲啊，我签会使，会使，继续讲，直到灭亡为止。啊，你娘啊，所以伊要骗你台湾人，要骗咱台湾人，甲你讲，伊足伟大。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向日本宣战。对不起，他没有对日本宣战。所以日本的教科书来列下下，1937年，我们日本皇军啊进出中国，一笔割出来，进出中国了，没有宣战了。啊，你有干嘛用骗吗？骗很大了。骗干哦，咱即摆阁讲讲啊，各位，过来，还阁有咧呢。我阁问你一个代志：台湾在1972年退出联合国，对的请举手，不对的请举手。因为我们刚牙签啊，你看嘛，不，我们刚牙签啊。对的请举手，退出联合国，1972年10月25号，台湾退出联合国，对的举手。第二家手啦，你无读过吗？啊，1971，对不起，1971对，1971年，对的请举手。啊，不对的请举手。就本啊，当然不对啊。行啦，我们台湾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啊，你当时阵，你什么时候加入？你有加入才有退出啊，干不是？是什么人加入？是中华民国加入的呢？啊，中华民国。一个挂出来是啥？是代表中华民国的蒋介石集团呢？那你们干嘛安息啊？你看台湾人偌自作多情。好，你讲你是台湾人，你是台湾人，请举手。你是台湾人，请你举手。你是台湾人，请你举手。啊，不举手是秘书啦，一定要举啦。你无你讲不是台湾人，请举手。不是台湾人的，请举手。对啦，迄个是迄个啊，做墨西哥人啦，我知。哇，迄是真正，因爸爸是墨西哥人。你是台湾人，我阿蒙你，你证明给我看，说你是台湾人。各位，这很严肃哦。我报到顶下大批，你证明讲你是台湾人，你能够证明台湾人，请你举手。你也当证明讲你是台湾人。大人，你请讲，安啦。你用迄、那、哦、個，
那个不是证明文件呢。我跟你讲，你现主席，你无多证明你是台湾人啦。你讲哦，你现在拥有的护照，点管下下 ，Republic of China， 护照来，护照出来。你无相信，我用有相片给你看嘛。护照来这下，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对不对？啊个变出来，迄个国籍嘛，先生，中华民国。你用爱博外身份证，你有身份证诶，亚舅，你有身份证诶，你个摕身份证看，点管下下，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对不对？各位，你是国民呢，还不是公民呢？啊，你讲选举选啥？你有去选举的举手？有去选举的举手？老老实实来啦，就帮啦。我讲你拢违法的啦！你是国民，你来去讲选举？啊好，你唔通想讲选举？你知影你选举就来了80块，你敢知？很奇怪。啊，无惊咯，讲个80块，你选了迄个人，迄个人就讲你啊，甲中华民国你啊30块呢，啊，伊的政党个你啊50块呢，我们真的亏很大呢，全世界无算做这一段，所以咱一直甲动工，唔能去算，唔能去算，民众唔能算，伊就更要算钱啦，有钱好摕啊，这30块呢，哎，算起来啊，总统600.9万的时候呢，30块，哎，小小呢。一个80000跌落去啦！伊敢搞出来讲，我让台湾人民共同来平分，敢无？无呢？伊选的总统为你顶一开始，无一人提钱出来讲，伊要搞咱的呢？啊，政党拢提50块呢？600.9万50块，一年3亿呢？每年提呢？每一年都拿呢？我甲美国讲，不可以！伊用这种你甲人骗呢？你讲台湾人，你台湾人吼？莫怪日本的迄个啊，做俄多神兵啊！伊第四任的时阵，伫台湾做民政长官，日本天皇甲问讲：“啊，你台湾管的安怎？”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说没有问题？因为台湾有3个特性，符合这3个特性啊，你就很好管。啊，日本天皇讲哪3个特性？爱自己家是爱做官。我甲讲，爱自己家是爱做官，不是讲咱台湾人，所有人全世界拢共款啦。用30块，全世界无这款制度，讲选举了，讲会当领30块，没有呢，绝对无。敢若台湾有呢？国民党是无所不用其极，敢若比因有你台湾人选，因为你甲伊讲，你选的时阵哦，伊甲你讲啊，台湾人是台湾人，台湾，你怎知影？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听到这句话，刺激你去投票嘛？啊，你无选了民进党，你要选了国民党吗？哦，要求今天我做大顶诶，搁较长咧。你愈长，我让你死愈多，啊，你了愈多。我是很严肃讲这句话咧，所以我甲国语讲，美国嘛，你甲我讲，美国对什么时阵开始跟咱联络？为咱甲过2020年10月24日甲过以后，经过半年，美国上台叫是咱过界咧。很奇怪，那台湾人，奥巴马当奥巴马做总统嘛？你看奥巴马做总统的时阵，第一样过的，还通换一个通知的，就是我迄个案件。因为这个 Roger Lin 到底什么人？问人家都无人八卦呢，因为我没有从事政治嘛。啊，叫迄个华盛顿跟纽约台商会长来问啊，这人什么人？伊都唔捌啦。这人都无。没有玩政治啊，后面去调查他就怕到了。我头脑很好呢，读战争犯呢，我一律都用战争犯来处理。所以美国开始跟我们联络，所以到今天为止，到今天为止，美国有4个单位，每一个月都有在跟我们联络。国防部、国务院、CIA、国家安全会议代表，都有在跟我们联络。所以咱就照美国的进度来去进行。所以你一定爱去咱的网上看，因为你我刚刚徛伫遮讲2点钟，佮刷入去，后日佮讲2点钟，4点钟，你讲我已经认识台湾了，不对，早得很。你敢会当捌一个初级历史的一挂观念而已，
来，过来讲，1941年12月7日，突袭珍珠港；12月7日，罗斯福伫国会演讲，邪恶的日本帝国袭击我们的珍珠港，罗斯福不能宣战，美国的规定都要国会来宣战，所以经过国会在12月8日正式向日本天皇宣战。我不讲日本帝国，我不讲日本政府，我讲日本帝国，日本的天皇宣战，所以就向日本天皇宣战，所以日本天皇要投降，所以他投降的时候，日本天皇用麦克风跟大家说，有很多人一世人头一次听到日本天皇的声音，所以是日本天皇，因为我们68年来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我们从来不晓得什么叫做皇帝，什么叫做帝国，我们不晓得，但是以前我们的老爸我们的老母他们就知道日本天皇跟他神的。以前日本时代再次起来向当兵鞠躬敬礼，向日本天皇鞠躬敬礼，那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土地是人的啊。以前是君权神授，这土地是日本天皇的，所以日本天皇才交给你老百姓，跟日本的女王同样，日本的女王同样，她有很多土地，她也有一些邦联，像Australia，像加拿大、纽西兰，都是日本天皇，但是帝王跟后面是变成什么？一种象征，象征而已，她有30-40个国家的象征的领袖是啥？女王啊，日本这边是天皇，所以天皇伊袂当直接甲咱管，因为就今天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已经甲咱讲啊，日本天皇已经放弃直接管辖，伊将这个权力交予首相，交予人民所组成的政府，但是台湾的问题到今日为止，日本天皇仍然会。而且有机会任命总督，来这个总督都要让台湾人来选出来中立，啊来提名，这是咱即摆很主席所预定的台湾将来变来行。你无让你听讲吼，很奇怪，伊甲你讲所受的教育拢无同款，你所受的教育啥？日本窃占台湾有无？偷摕，一块大地，这样大地的土地，伊当偷摕去？台湾不是一个甘麻饼呢，还是一个苹果呢？要偷摕真简单呢，这是割让呢，不是窃占呢。日本从来没有窃占过台湾，是你战争失败，你共签条约，行人各位，战争失败的人，的国家战败国要赔偿战胜国，这是万国公案来的。啊，战输就伫衰啊，啊，战输就伫无钱啊，还佫赔。所以中国清朝的时候赔足侪侪种器官啦，八国联军伊嘛赔个密密麻麻，是干那迄个美国伊较有钱，伊讲啊免啊免赔啊，我改放一个奖学金啊。但是其他的国家都无他，何里遐好康啊？哦，你输你就爱赔，所以你战争啊，你袂当战输，你来战呀，一定爱战呀，啊你若无战呀，你就赔个密密麻麻。过来。1941年12月7日轰炸珍珠港，12月8日，哎，给你，咱台湾嘛出动零式战斗机100多架去轰炸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克拉克基地的司令什么人？你知道吗？麦克阿瑟。所以麦克阿瑟机器人最恨的人是谁？台湾人。咱竟然去甲创一个麦克阿瑟公路，迄人是气咱台湾人气甲要死，甲伊死以前又过来受气呢。麦克阿瑟好的人是啥物人？是中华民国呢？中华民国是个同盟国呢。我问你，日本时代轰炸台湾人是啥物人？是美国。所以美国伫迄个时阵是咱台湾人个啥？敌人呢？是不是敌人？嗯，那都有个人无要点头呢。啊！甲你轰炸，阁毋是敌人，不是啥物物啊？是敌人，请你压手。啊，朋友的压手，朋友的压手，无向讲吧？啊，我问你，啊，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啥？同盟国对不对？对不对？
那唔敢讲呢，读册拢读假的。啊好，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啊美国是咱台湾人的敌人，啊中华民国是咱台湾人的敌人嘛。啊你来去做中华民国的兵，啊你来去摕中华民国的钞票，啊你也讲你是中华民国的人，有奇怪无？好奇怪呢！伊个了《马关条约》，刷了讲一个《开罗宣言》，会记得无？《开罗宣言》1943年12月底签的，阿伯问你，伊签《开罗宣言》的时候，台湾这个土地谁的？谁的？日本天皇的啦，是不是？是不是？咦，我讲几波，你拢搞不清楚呢？1943年要跟你建军嘛？还在战争嘛？啊，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嘛？啊，美国竟然人讲，那战争以后，那阵，伊那阵啊，做日本投降的时候，我这块土地要交你中华民国，那叫做啥？主张啊 ，claim 啊。啊，那会当啊 ，claim 要遵守哦 ，claim 啊，那主张来遵守哦。我跟你讲，好，我等于就有办的呢。我跟你讲，明仔载哦，我印刷交给你了。我那个圆山饭店，我交给你，你会不会相信？相信的请举手。相信的请举手，弄不嘛哈？万梦一，啊，你都不相信圆山，我可以交给你。啊，你呢？为什么相信台湾交给中华民国是合法的？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是战争时间的主张呢，还是讲科比啊？那建书呢？那建书呢？所以战争以后那边。确定法理上确定，等一下，爱想一下条约 treaty， 爱用条约来确定。如果条约没有确定，什么共同给呢？条约第一条跟27条，旧金山和平条约，无一条写讲台湾要交予中华民国啊。啊，谁来不爱交？杜勒斯那也不爱交。啊，人家开罗宣言，啊，你去那中华民国是已经灭亡到样了。啊，中华民国那也不爱讲。我有看到一个秘密档案，讲嘛无效。安那讲？第一，中华民国已经流亡啊，迄个时阵，中华民国是台湾咧占领，啊，但是流亡去啊。啊，流亡以后，伊变嘛，他也没有办法来承接，伊毋是实体啊，他不是实体啊。啊，所以端呐，伊就用一挂御用的学者，创造一挂奇奇怪怪的论述，啊，所有国际话拢建议。爱的物件给建出来，所以像即卖林满红啦，遐独派所讲的啦，台湾独立啦，拢是违反国际法，拢是干那教育家己本人的意思。咱自从战争法开始告美国，用战法告美国以后，各位，从2010年开始，2009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没有再讲过任何一次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因为2007年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利用武汉大学召集了83位的国际法博士去研究战争法，研究以后2009年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我也有拿到，里面所说的完全跟我所讲的一模一样。我不敢说他抄我的，因为战争法不是上谁抄谁，就有那些东西。当时啊，他那本书啊少了一个章节，欠什么东西？欠台湾啊。所以我刚才告一讲台湾的章节，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他都有看过了。因为学者说什么？于情、于理、于法，台湾与中国已经没有关系。你们拍手呀！啊，拢全拢戆去呢，全都欢喜，敢拢戆去呢？拜托啊，精彩是精彩，爱拍手爱拍手的。所以我要各位保证。台湾永远会由中国提起，
迄、那个狂阿囝连战，前两天去访问中国。我先来讲伊狂阿囝，啊，但伊讲有小块有丢呢，你听好清楚哦。伊讲十六字真言有无？也要看牙手，你看有诶牙手。啊，即摆拢唔敢牙手啊，你看。来，我跟你讲，用一个中国，对不对？对的举手，对的举手。啊，不对的举手。哎、欸，你看我一点不就爱客气，叫我做这样，无牙手。啊，你无牙手是咩意思啦？啊，你无遐牙，你敢上课？多问一摆，叫你意思啦，叫你意思啦。一个中国的对的，请举手。好，不对的请举手。一个中国正确，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你无代无志，台湾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你若基于你的心来，你讲想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你看有鬼？我们不是中华民国啊，我们不是中国啦。所以一个中国正确，对不对？过来，一点一点过一个啊，两岸和平。对的，请举手。两岸和平，啊，去吧啊！两岸不和平哎，啊，就讲两岸和平不对的，请举手。哎，够奇怪呢，拢不爱讲呢。各位，两岸和平正确，选哪正确？两岸是什么？两岸，中国跟金门马祖啊，金门马祖是中华民国呀、啊，他两岸和平啊，跟你台湾那有什么关？您拢点了吼，您当然犯了这种错了，是吧？自我啊呐。自我对号入座了，你不是中华民国，两岸和平跟你什么关系？以金门马祖跟中国，现在已签了 ECFA， ECFA 强调因两个已经没有内战了嘛，所以两岸和平正确，对不对？对啊。过来，互利融合，互利啦，互相有好处啦，啊，融合在一起，对不对？对呀、啊，金门马祖跟你中国去融合啊。你大家人就是安那，大家拢在咧紧张讲，要是话安尼会死会叫退去，没啦！你啊，这论述大家好，你就安心的啦。过来，振兴中华嘛对啊，有什么不对？人因中华民族被团结被安那振兴是应当的代志啊，那来振兴台湾啊，对不对？对。啊。所以吼、哦，你来上课，你也要看报道；你无来上课，你不要看。所以中国的媒体啊，这十六个真言唔敢报道，你有看无？教徒你人安尼讲，也作字啊，拢无报。因为啦，因冇读圣经啦，他们很清楚啦。要是我这个连战，你到底是捌啊唔捌？个讲嘿，我很赞成哦，讲得太好了，台湾跟中国永远分开了，有什么不好？啊，你听有无？会晓看报纸未？我甲你讲啦，报纸若写中华民国哦，你甲中华民国换做台湾看卖啊？啊，若写台湾，你甲换做中华民国看卖，大部分拢对啦。咱吼去学教育讲吼，台湾甲中华不要分啦，不会分啦，不懂得分啦。咱照咱这条路一直甲行去，就对啊啦。但是这个行的内底吼，我甲你讲。咱真侪人哦，弯弯曲曲啊，因为你的教育这个六十八年来啊，他没有把你洗个足清气的，你搞不清楚。所以呢，我是建议讲哦，高级班你嘛爱来读啦，哦，你这个月29、30、31啦，但爱先报名，啊无无多收啊，因为这侪人无多，因为过来三百，美国不承认啊，因为美国不能试训，就是讲未当讲哦。伊希望讲大家安看会到啦，啊，我看恁看会到，恁看我看会到，但是讲唔是你伫荧幕顶端看到，安尼不可以。今日1941年前面的，迄个叫做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内底，是安怎讲？美国讲开罗宣言对台湾来讲无效的原因伫倒？开罗宣言内底，蒋介石有向美国跟英国答应一项代志，就讲战争以后，他不会向外扩充，不会侵略其邻近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取代了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迄当阵在台湾变作一个流亡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6月25日。
进韩战爆发，进兵韩国，有无？你记得无？啊，所以杜鲁门宣布1950年的6月27号，6月27号的时候，已宣布台湾中立，台的问题要解决，一定要等到太平洋地区都和平以后才来解决。各位，太平洋地区已经快要和平，因为咱台湾政府这边起来。啊，是安那来讲，是安那来讲，啊，就中国违反了东西开罗宣言的承诺。1950年6月25号，毛泽东下令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进去朝鲜。在那个时候，1950年12月，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布，他说美国侵略的属于中国的台湾。那当时联合国来，你周恩来派伍修权带九个人的访问团，那个代表团经过真远的路，经过苏联，飞去美国参加联合国。啊，提议，当然提议要表决啊。啊，美国嘛，当时提出一个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朝鲜两个案子。第一个案子，联合国讲 OK， 你说美国侵略中华，侵略台湾。啊，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属于中国，啊，请你拿出证明，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你敢讲人侵略啊？你要讲等上帝爷证明啊？一直到今天为止，1950年到今天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拿不出来。伊今啊提出来刚刚讲啥？所以伊啥呢？伊今啊咧刚建交的时候，伊就讲来，你给他写起来哦，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啊呢，我才跟你建交。但是主要的国家无一个国家承认嘛，干一些小朋友啊，小国家，好你钱，所以你也看啊，不是讲咱台湾爱钱、惊死、爱做官呢，含小国家嘛爱钱呢，摕到钱啊、哦，哈哈，中国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加拿大讲一句话足好诶，加拿大伊讲啥？我怎么能够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台湾并不是我加拿大的啊。我怎么讲？所以有骨气的，不是有骨气的，有正义感的国家，没人去承认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来这下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啊，没有啊。所以各位，我在这里很正式的讲，台湾永远不会被中国统治，永远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保证。我跟你说，咱这个转播现在有几万人去看，每天这种转播已经有7万人，中国都开放给他们去看看咱这个演讲。所以我想来知，因为有很多消息来源，当然我不能说上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有说一句话，他说民进党已经被我们消灭，就是因中共消灭，但是现在又起来一个比民进党强10倍的组织，叫做台湾民政府，美国军方在后面。你来拍手就对了，因为咱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是什么才能成立的？是公元2008年的2月2号。那个时候，咱国美国已经差不多就要完成啊，因为咱无爱去吼一挂人来利用咱国美国的这个条件，无爱互因利用。伊那迄当阵哦，甲咱先宣布讲哦，台湾民政府成立啊，台湾民政府这個成立是万国公会的规定哦，就像和平条约、战争法的规定哦，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爱自己成立台湾民政府（台湾 civil government）。这是战争法规定的，迄种咱知影这边，咱那边赢着，你若无抢在前面先成立啊，哇，一挂哦，孤如必守啊，一挂台湾人哦，都你扣山啊，足多的，都给你成立台湾民政府，个人无错，成立以后哦，台湾即马有4个台湾民政府呢，那福尔摩沙民政府啦，啊，什么话？哎，你本来叫做台湾平民政府，像那样平民，因为 civil
CBO 呢翻译的时候变成民事政府，啊，民政府看不听啊。美国罗贝跟咱讲哦，哎，我们美国军事政府回去台湾的时候，我们会叫做美军事政府啊，所以配合美军事政，哎，美军政府啦，你配合美军政府啊，你该改做民政府，几厘头，所以咱有一改啊，改了哦，有一寡因现在所谓成立台平民政府的吼，都来。他会告诉人家问呢，哎，为什么改哈、啊？哪一条哈、啊？要注意，这种橡皮呢。战后成立台湾平民政府筹备大会。哎，咱是叫法律一步一步，这是台北市的迄个福华迄个公务人员的中心成立的呢。2月2号呢，你看咱老先见之明，咱成立以后。美国的政治改变，伊讲，咱够赢。2007年3月8号，2009年4月7号，高等法院宣布会五点啊。上诉最高法院2009年8月6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到10月5号，美国讲顶赖，就是讲，安尼好，你这个案子等待审理，等什么时阵？就是但美国即摆开条件，予咱4000个加41万的身份证，是安那41万，毋是四百十万，还是2300万的身份证？即毛原因呢？我甲你讲，我感觉美国有滴，家己去找楼梯啦。伊讲哦，台湾2300万人，中国人有300万，扣掉剩2000万，这2000万人。有一半认为讲，伊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扣掉。因为人，你认为你是中国人，歹势吼。我后摆台湾政府甲你当作中国人看待。啊，这1000万人的本土台湾人呢，有一半，迄个投票率啊，这四年来的投票率67%啦。啊，所以1000万人再乘以那个投票率67%，都要670万。670万哦，啊，搁靠着什么年？迄个还没有20岁啦，啊，迄个比反正美国伊安算，伊就算占领者，伊讲安那就安那嘛，安尼算成讲联合国伫迄个南斯丹来独立的时阵啊，是规定12.25%啦，啊，所以335万，335万乘上12.25%啊，多啊41万左右啦，啊，你若41万的身份证申请后。啊，到4000名的高阶行政人员，你会当来借借款来，按我将台湾的借款还你。啊啦，各讲去哦，借款要还你，你也你讲，精神呐，卖多讲啊啦。啊，借款要还你，你准备好了没有？卖呢，不要拍手，你还没有准备好。我刚刚被接监管，我在烦恼呢。当然，我没遐烦恼啦，中立家爱烦恼啦，二弟爱烦恼啦，是安怎？接监管唔遐简单呢。啊，你讲奇怪，啊，马英九还在呢，啊，他有军队呢。各位，咱过了吼，我甲美国讲，这样不公平呢。你接咩台湾？你叫台湾人去做兵，这是不对的。所以马英九几年前宣布讲，台湾人不用再当兵了，有啊？大家看无啦？奇怪啊！1000外咧要迄飞弹向台湾，啊，就免做兵，啊，无要武器，是咱去告美国讲，你袂当做我台湾做兵。你想你向占领，你来做哩？美国去占领阿富汗、伊拉克，敢有叫伊拉克人去做兵？无呢？去占领琉球，敢有叫琉球人当兵？没有呢？啊！是啊，我较戆，我来做兵，因为你戆啊。我讲唔是阮戆呢，阮也无去做兵，也了伊鬼呢，对不对？过去我知影有一部分的人哦，因为宗教的关系，他不愿意去当兵，好了伊鬼呢。但后摆美国出兵，你来做兵，你别让个了伊鬼哦。但咱做戆的啊，以前消息都把你发布啊，所以后摆啊，无做兵的啊，伊拢中华民国拢无甲你处理呢。啊！你互掠去做兵那边啊？啊赔呢？做愈久赔愈多。
啊，你啊，刚查甫拍好呢，你啊，查甫无做别个，有陪无陪，跟我无关的。你啊，遐讲，啊那查甫陪你啊，讲，甲恁阿公啊，迄钱拢我的啊，你不要讲。好，咱袂使做兵。做兵是战争法内底，你若去做兵就是迄个国家的人，啊，每个民判你讲无国籍，啊，你是无国籍的人，你去做中华民国兵，做兵就爱效忠迄个国家呢，啊，无你替战争是战争秘书，保卫中华民国呢，啊，够戆啊！中华民国是咱的敌人，那你保卫中华民国，所以迄阵吼。前几年来台湾的时阵哦，那民进党跟那独派哦，你保护中华民国的国旗啊，我看到流目屎拢要流的。啊，你不是一世人都在反对中华民国那支旗啊？啊，你甲保卫？人马英九都会晓讲，旗拢收起来。你讲台湾人去甲保卫呢？推啊，是怎样吼？我根本是作推的推啦。啊，够啊，够笑，够作推。那运动选手啊，摕到奖了哦，中华民国旗啊！排在身躯顶都是些死啦，全世界拢在笑啦！你这戆的人未比你这人更加戆啊！你红将领啊，你排野鸡啊，可笑呢！啊，你刚问讲啊，卖研究，敢会走？伊无直接甲我讲会走未走，但是伊有真侪迹象甲我讲，伊要怎处理卖研究？你要听无？要无？啊好，你算有巧，你要先拍手。我跟你讲啊，足简单的啦，甲当时处理马可斯同款啦。直升机降落，马英九先上飞机，再走啊，中华民国瓦解啊。迄当阵美国马上宣布，台湾民政府在华盛顿 DC 的办公室迁回台湾，咱即阵四千个。但迄个民政府这个办公室去办，全夹袂起。台湾政府成立，所以我甲各位讲，你来受训，尤其是高级班呢，我甲你保证，你是做一世人的公务人员。你会讲哦，怎么可能？我甲你讲，你是革命先行者，不是革命先烈，先烈就翘起啊。我无叫你去武器去抵抗，咱是先行者先行的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你人你先来受训嘛，啊，你当然做一世人的公务人员。你讲我这样八十，我去你到一百落去做，做到你不爱做为止，安尼好不？你的初级班是无毕业证书啦，高级班才有啦。那份毕业证书我跟你讲，就是台湾政府公务人员的任用证书。一张，你是因为我讲，干那四千个啊，我们台湾政府可以养得起啦。遐老外几啊万的，伊就你个饲一世人啊，啊那四千要饲一世人，有困难吗？没有。刷入去啦，恁大家一时起来讲吼，我们比照中华民国的老外，清楚好关。遐老外哈，是做袂见啥，伊是难民呢，西藏。流亡政府跑到印度，在德兰沙拉，德兰沙拉去这土地，让伊去住，伊还付租金呢。这中国人民在台湾敢付租金？无呢，啊，还阁起厝住呢。刷入去荣民医院，迄病床随时启动病床呢。台湾人要一个病床，就艰苦坐寡呢。我刚才电话接无够济。台湾人真可怜，老年农农民的津贴7000块，全部被取消掉呀！哎，迄中华民国，哎，迄农民啊，万几块还搁伫咧，啊，出来伊去带学少年某，少年某带转来，伊若翘起，搁一半，搁回领领到伊死为止。啊，莫怪遐中国查某来，一个换一个，接收财产，你听无呀？即、這个按换换，搁换迄个，反正都财产伊也死到伊个。拢见迄个作老的，太有影吼，听着足受气的呢。咱台湾人看有偌戆就好啦。国务院公布那个恐怖组织三个条件：第一，唔是国家；
中华民国是国家，是不是国家？不是呢。美国已经讲过了，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呢，台湾也不是国家呢。啊，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它完全符合恐怖组织条件一呢。第二个，伊讲恐怖组织有武器，中华民国有没有武器？我甲比讲讲有啊。啊，伊你买武器，我台湾人你立钱呢？你若看乱讲就好啦。所以我反对伊买武器啊啦。美国现在不敢买，我你如果买，我跟你说，我先跟奥巴马，奥巴马判宣了两次跟我见面，最后一次是那个奥巴马算的以前，他说，欸，你别再说了，我哥哥在选举了，两次。第三条件，在当地征兵，这我上去了，当然我已经去做过了，戆也蛮戆过了，哦，想到很气的呢，哦，还有做兵的牙手你都戇嘛，啊，有人沒牙齒不知道什麼意思咧，啊，那個蔡通融啊，那個我中華民國，他說做三年再賠一年啦，啊，那個做三年賠一年，每年都要賠，你跟他領這個錢嘛，領死咧，咱就說啊，你美國做，美國的兵一個月領多少？3000美金咧，夭壽喔，3000咧，所以改那個時候，我看台灣人才會賠，你看啦，好不好？啊，所以听好啊，听好啊。所以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不是台湾人，唔免背。啊，摕台湾身份证才会背，你看啦。好，亚洲，亚洲，好的人亚洲。好，安尼吼，其他人无爱背，恁拢背。但是遐人来怨叹，我讲恁哦，恁家己家己讲，伊卖背哦。啊，所以伊若要背安怎，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嘛，啊，有简单无？所以吼，即摆有一挂人咧戆人哦，你讲哦，哎，我去参加，好，我甲你讲吼，你去外口人讲，人讲了这吼，不爱参加，你拢卖插伊 ，OK， 听你的，你卖后悔就好。这名啊，白纸黑字也有啊，这样子啊名啊，咱来砍棒这大字甲夹起哩，啊，你搁无要相信？啊，中华民国甲今日为止也蛮唔敢甲你安怎？啊，你搁无要相信？啊，无请人就安怎啦？爱安怎啦？我想到真爱笑呢，台湾人皮嘛卖皮到这款程度，戆嘛卖蛮戆到这款程度，敢唔笑？对不对？你台湾政府甲挂去，我可甲恁讲，那伫住伫台南的，住伫台南人举手，台南附近的乱让举手，住在台南啦、啊、嘉义啦，拢会让举手。台南的林森路一段169号，本来叫做阿扁饭店，我有阿扁饭店，你有看到无？今日新闻听讲有啦，讲已经歇业了。什么人去甲接？台湾民政府甲接。是，过一礼拜看板都出来了。每礼拜拜四，我伫阿边啊饭店，不是叫看台湾民政府。每礼拜的拜四暗时7点到9点，我伫遐演讲。啊，你欢迎无？奇怪，台湾民进党在做几？报纸刊几啊千万？我有跟你无款啦无？那有诶举手，我一铺赔你1000万、1亿，有诶举手？奇怪，恁拢无出钱，爱报纸钱为对来？啊，租阿边啊饭店，遐侪钱拢为对来？好奇怪呢、欸！会感觉奇怪无？诶、欸，无未感觉奇怪？啊，会感觉都未感觉奇怪？你是足无心经诶呢？未感觉奇怪，啊！有一人遐尼啊侪钱去订报纸，啊，头版的呢？联合报、中国时报、中迄、那个、迄、那个自由时报，啊，个美国华盛顿邮报嘛，甲订呢？啊，开几啊千万呢？啊，钱为着来？我袂使讲，但是恁来讲的对啦，恁听我讲遐对啦，我无讲啊，是恁讲的对啦，恁听有啊？讲较大声，后壁才有听啦。就简单的嘛。是安怎安尼？那个狗嘛，我讲吼，你搁无服我吼，搁鬼你足惨的哦。我用美国献那个狗啊，对不对？各位，咱一支笔赢伊所有的军队啦，你有原子弹嘛？赶快！今日在座你一家吼，你是开六枪枪来伫这里受训，还搁讲十顿呢？
断两暗，虽然断了无真好啦，但是值得啊。过去办了一万啦，这六千块，他们讲吼，农场的老板爱了钱啦。你敢知影，家拢是伊重新做的呢，开几啊千万呢？啊，你拢无想讲吼，当时十个人、二十个人伫想的时阵吼，人伊安怎讲，伊拢无讲啥呢？啊，即卖人较济啊啦。现在一支都百几个，啊，估计吼控制上济250，袂当超过啦。但是呢，我先跟你讲，你若要参加高一班，啊，先跟你酒店报名啊，啊，无你也无位哦。你若无位，就第十三梯次哦。啊，先跟讲哦，各位，法律的物件是一个真理，时间若无真理，全世界你到哪里都行不通，行袂出来。你若有真理，就是更加久，你总有一天一定会真理啊，一定会实现。反而若破这间厝是你的，你就是不管你用部队、用警察甲包围，嘛是无法度甲你摕去。同款国际法嘛是安尼。好佳哉，咱是甲美国发生这款的关系，美国的判决是全世界拢爱承认的。美国一定有一天会给我们承认我们台湾真真正正都免了走，可能要跟国际班一下，这我就给你说明，他很深的啦。国际班里面，我跟你说这个战争，我刚开始这个发生的事情，那个阶段是怎样？一直到1941年的12月8号去打那个菲律宾的那个克拉克基地的时候，你知影迄、当时咱台湾的军队啊，台湾军，你听迄歌词，台湾军，迄台湾军呢，去迄克拉克基地啊，将伊所有的飞机、现场的所有飞机全体歼灭。麦克阿瑟一世人，带部队拢互歼灭，干那迄个基地，所以麦克阿瑟规世人拢伫气你台湾人，但是台湾人足了去。你拢唔知影，阿嘛未记哩讲，你过去你的祖先有这番英勇的事迹。过去咱是拢讲消灭呢，你消灭别人呢，啊，即摆好中华民国就要甲咱消灭去。第一，叫消灭啥？咱的语言，咱台语拢无呀。敢若亲像总理你讲虎神，你都唔知影，囡仔未晓听讲虎神啊，还足可怜的呢。因为伊用足济话甲你讲吼，讲北京话才有水准，啊，若讲台语就是没有水准。尤其查某女孩呢，你啊看啥物演艺界内底啊，哪滴演艺界内底啊，你赚较济钱的大部分拢啥，拢中国人。台湾人哦，拢是去演啥，欧巴桑啦，啊做迄个啊做，拢总是互你。因为阶级的啦，做苦力的啦，啊，但是呢，做因大小姐啦、董事长啦，拢是中人。你别感觉很奇怪嘛？有啦，台湾人有啦。我说怎样跟他结的啦？我的小妹林志玲啦，但是不是啊？林志玲不是我的小妹，我是多阿会的二港团，我甲讲林志玲。其他你敢见得出来一个台湾人？台湾人生了较水的，我跟你讲，伊拢甲冰起来。啊，较查甫较缘投的，拢甲冰起来。你甲注意看，查甫嘛同款呢。查甫的，若要互伊较红的，拢是伊中国人，没有例外。各位，台湾人敢袂歹？要看，我反正台湾人足水的。烟斗，查某的水，查甫的烟斗，高速做国家烟斗。咱家己吼，的信心嘛，爱家己建立啦。祖妈咪311去年发生的迄个祖妈咪的海啸的时阵，咱看到电视顶边讲日本人足规矩哩排队，甚至呢，幺四级伊都不爱插队。大家都很感动，全世界都很感动。台湾人说，哦，好羡慕。各位啊，各位，台湾人以前在日本统治的时候，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甲中华民国部队要入来60几天内底，台湾人的犯罪率是零，无警察，无迄个军队呢，无人犯罪呢，台湾人规规矩矩的，家己管家己呢，迄是咱正港咱台湾人的表现呢，拢袂记啊，拢袂记。中国文化一个入来，偷，贪污的贪污，即嘛无贪污，感觉很奇怪。你若看即摆伊遐贪污的开始啊，金条、林义士摕美金，迄、那个消防组迄个摕金条，谁啊爱摕美金爱摕金条？要走路嘛？这政权结束啊嘛？因遐官长拢知影嘛？唔知影是咱台湾人尔啦。台湾人还佫敢来跟你讲哦，够可能？袂晓看，是安怎要伫中央联合报甲中国时报牵头版？总理是讲伊欠钱 ，no。美国压力，伊甲咱讲，喂，我着，你要牵报纸，敢若牵《自由时报》袂使？你是绿军吗？我们不对啊，我们不是绿军，我们台湾民主，我们不是蓝军，也不是绿军。但是你个身份证，你若无好遐。中国人知影的时，伊时甲要申请啊，伊甲你讲我不知道啊，所以讲伊规强迫规定你要盯，所以咱伫联合报、伫中国时报、自由时报同时登，你后摆卖讲你唔知影，啊你网顶，你知影咱的网顶有几个人去看，一个月尔，你绝对不相信，我有记录，有看到咱的网站的广告，台湾民政府请你举手。哦，像下面拢看个，听好啊，1亿500万到前天为止，1亿1亿哦，500万人人次看到咱台湾民政府的广告，甚至含中国的网站哦，台湾民政府，啊有惊到无？啊你们拍手了？嘿，中国人我看到台湾民政府呢。所以莫怪啦，我穿这个衫出去，我只有一个 logo。一个恁讲阿兰中国人，看到，就是目睭本来直直银，我坐高铁嘛，阿外要落车嘛，直直银，伊可能忍耐不住了，伊甲问讲，你是民进党吗？我讲我不是民进党，你是台独吗？我不是台独，啊，你是什么？我是台湾民政府。我一个讲了哦，边啊有足侪人哦，问我怪，台湾人啊，我怪，台湾民政府，拢看过。即摆台湾民政府这样死行，咱呐即摆受训安尼百几也没有什么啦。我跟你讲，过两个月，那上课无400-500个座位来你上课，我才随在你。但是那个时阵啊，人数差不多啊，所以话各位讲，恁拢是足幸运的一群啊，家己拍手一下。你若讲以后，个人可以甲你讲哦，会甲你抓啦，会啥？我甲你讲，足简单嘞，中华民国嘛替咱证明讲没有问题嘞。你讲奇怪啊，中华民国哪会甲你证明？你要怎样无？拍手，我再甲你讲。你自己去打电话，你有电话无？165甲卡嘞，反诈骗集团专线。你甲讲吼，台湾民政府是不是诈骗集团？我甲用干那过年哦，联合报甲中国时报哦，因甲因咱在这有人哦，因讲吼好烦哦，干那迄个一间迄两张报纸哦，千几个打电话甲给因呐，中华民国的。机构已经跟你证明说台湾民政府，但他没跟你说合法，他说不是，不是诈骗局的，不是非法组织，但他没跟你说合法，因为什么？我们台湾民政府，美国已经跟他说过，跟中华民国政府说过，这个组织是照万国国，照国际法来，你不能对他以刑事以上的刑法来给取缔，各位，所以我们在这里坐，
放一万个心呐、啊。阿、啊、过来，来你家的哇？你以为酷哥二十哇？电脑，迄、那个酷哥二十呀，迄、那个地图有啊？你甲找地月人，我甲你保证，美国应该创好，甲咱保护到什么程度呢？你看，我甲用吼水月人，你两个用迄个 GPS 哦，水月人伫对呢，伫迄个高速公路。啊，咱的头壳顶永远拢多好一片云呐、啊。这是啥？美国防止，防止。中国人真正怕咱，要甲咱啊炸死，怕咱袂着啦。各位，我们正式得到美国国防部的支援，所以咱直接去上课，会愈来愈侪人，很正常。过去独派，过去民进党唔对的咯，是因为因惊唔着帮经。我来，我问你，中国国民党足简单嘞，中国迄两年你看有无？有无？有吧？哈！啊，民进党你看无？因为民进党顶外还有四字无讲出来，中华民国民进党。为什么？民进党的党章的第一条，甲民进党的台独，哎，没，迄个台湾的迄个决议文内底，拢讲啥？我们台湾人叫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刚刚我头先甲你问讲，台湾是我们台湾人的台湾，你拢牙签牙就爽哎，你拢昧着良心呢、啊，民不按照法理的，所以足简单嘞。你来一了读，我会当甲各位讲一个代志。每一摆来你受训的时阵，拄啊开始来的时阵哦，迄、那个面哦，我是袂记你讲叫你爱先翕相。你若去翕相以后哦，我甲你保证，你的面哦。是忧愁的脸，你不晓得你在忧愁什么，你在烦什么，就烦呢，心里在弄惊吓。你受过训以后啊，你的心就打开起来，你的脑就打开了。一当中开始，你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开始。我讲这不是我讲的哦，有真侪受过训的同心跟我讲哦，伊讲哦，以前哦。我常常拢心拢心拢扎扎扎啦，感觉讲唔知什么代志啦，啊足烦的啦，啊报纸看了唔知要安怎啦。但是我去受训以后，人生完全的改观。这真我讲这拢是真真正来代志呢。所以恁来这受训，但是你受训讲四点钟久听我的课，四点钟久啊看别个教授的课，安尼三讲两面，啊你就足巧的，已经变成博士啊 ？No。我要给您正式给您拜托，您来去买一本《新台湾论》。我不是推销册啦，《新台湾论》那本册内底有所有的物件拢伫内底。那本啊读煞，还未结束的，后壁还佫一本足大本的，对台湾真真正正的地位的。那本册上无会当让你知影讲，中国绝对无法度来摕台湾，啊，台湾人绝对不是中国人，你会知影原因伫倒。而且你伫外口要甲人辩论，你拢有法度辩论。这本册每一字拢是我亲自拍字、亲自写的，所以我要要求，我毋是工商时间来，那工商服务讲吼，你别是，我毋是意思啦，你们真正爱买啦，因为你无可能谈四点钟够了，你就办。这点钱你若讲有法度一礼拜甲读甲煞吼，很少啦。咱我走来看，咱有真侪东西嘛，已经读三拜、四拜，有人读无半拜。各位，你有迄本册，你举手。好，大部分拢无啦，但我拜托你啦。所有钱拢小欠的，减食一顿酒啦。啊，查某的同志，我嘛是，伊要讲啊，查某同志敢就爱看，哎呀，那免看，啊，无你后生嘛爱看。我甲你讲。你若看这本以后，你就会感觉讲台湾未甲中国合并，啊未去中国提起。啊，问题是讲，咱台湾人免来建立咱家己台湾这个新的完全新的一个国家，安尼敢无忌惮？有啊，有忌惮无？好啦，掌声较少，我嘛知影啦，爱五百块。但我你外口买，你唔是啊？你讲台湾的书啊，迄册店你阿问，只要1000块，1000块呢？
一点打折都没有呢。所以呢，各位，您以前认真吃，爱看一本册，因为他们讲你不是逐工坐伫遮，你喊我咧开讲，还是讲伫遮咧上课。所以，这两座新台湾论内底呢，为头到尾，你若读一摆，这无你的心内底足稳的，以后你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刚刚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宣布投降以后啊，中华民国是美国的军舰，改载来咱台湾，听好清楚哦。不是中华民国家己开的船来台湾啊，是美国将中华民国的部队改载来台湾哦。再来台湾创啥？来接受日本军，就是咱台湾军啊的投降。你知影因来的时阵哦，什么型？你敢知影？那迄个美国伊的秘密档案讲哦，军队甲载来去，迄边啊看到码头，日本的军啊军人啊，因为日本的军人还未离开嘛，日本军人徛伫码头，滴滴滴，站得非常，徛甲非常的细正，啊，制服都穿甲足水的，中国兵看到唔敢来呢。因为啊，伊伫中国的时阵吼，互遐日本兵啊拍甲吼，走无路啊，直直走，直直走，伊叫做转进啊，转到后面去进啊。是美国人伫后壁脚掌尾甲踢一个下去啦，按下落来呢，按落来，遐兵啊呐，用兵打，头前打迄个电话，后壁电音音呐，迄叫做部队。台湾的风气真好，为日本的这个做中国人来台湾以后啊，迄刚开始啊，犯罪率足悬的啦，什么都有啦，抢啊！啊，遐文化足低的人是啥物咧？我讲你听，你知影水道住无？水龙头啊！哦，水道住，台湾人遮尔方便，水道住准的啊，水道出来呢，过去买啊，因为去过去嘛，甲买迄个水道头啊，等于吼，因兜的迄个壁就甲倒落去。安内无水，提前要共拍呢？你这甲欺骗，伊唔知我后壁还有水用呢。我甲你讲，迄文化甲即款的程度，一寡小学毕业的，你做咱台湾的校长呢？以前中国人欺负台湾人欺负到什么程度？因为高考有无？高考甲伊规定啥？36省啊，按照人数来分配。36个，那中国人去考的时阵，36个人啊，伊35个中国人，啊，台湾人甲一个，你较考嘛考袂赢伊。关中国甲袂见笑，恁去当时恁都不爱去参加高考，考呀高考你考都考袂掉啊。35个中国人就一个台湾人，是要考啊当时，迄就是当时真真正正的情形啊。咱来试问。有一个真侪是什么中信局的台湾银行在上班呢？那因遐中国人拢是直直兴起，无管你安怎，拢直兴起。啊，台湾人搁较拍拼，无好啦。各位，台湾政府的执政转型正义一定要甲达到。安怎转型正义？1949年6月15号，你中国人用一块新台币敢换40000块的台迄、那个旧的台币，有无？我要甲宣布，新台币40000换咱超的正台币。我是讲的是多好尔呢，40000块这侪年啊，马上算利息。400万啊！我你较强，慢啦慢啦。但是我甲你讲哦，无身份证的，我甲你以中国人来打扮哦。美国人嘛安尼啊。你讲迄免签证有无？免签证坐去甲美国飞机落去，海关爱签一个 I-94 呢。美国海关甲问讲你是台湾人，伊讲我是台湾人啊，你的证明在哪里？那我就是台湾人啊，我讲也要讲台语啊。啊，你的护照上面是 Republic China 啊，中国人啊。啊，不，你们身份证有啊？摕起来送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甲连骗两届，伊叫你去小房间呢。
小王监工，啊，你钞票，你有上面有什么？还有什么钞票？钞票掏出来，连铜板电管弄下下，中华民国的，干那不咧不两点钱够了，未当级别啦，甚至有诶吼，可以原机，你也太多夸拜啊，原机遣返啦。我跟你讲，这不是故事哦，我伫迄个中华诶学一个演讲时，两个学理上坐伫现场啊，因为伊讲这代互大人听啊，伊安怎讲诶？又足奇怪诶！你搞把放我出来的时阵啊，讲假讲哦，啊！你台湾政府开始你申请台湾身份证啊，你也无去申请。嗯，台湾民政府去申请台湾政府身份证，我没有听过啊。等来叫人好些，你上网给我看一看。哇，看到讲，我一刚要滴，我就演讲，带因规家人来听呢。听了无第二句话，我马上交钱，我马上申请。你无拄着，你唔知惊啦。你若拄着，你就知影讲吼，迄张身份证，迄张身份证有人讲哦，还你台湾申请的啦，够你后壁的 IC 版你有看无？迄是完全美国的国防部下开公司甲咱做的呢。迄、那个 IC 版甲伊中华民国很主席的晶片是同款的公司做的呢。中华民国希拉蕊跟那个做那十月二日的孙子希拉蕊跟那个国土安全局说的台湾护照免签证，我马上跟他问说、啊、台湾护照台湾人的护照在哪里？是 ROC 的护照、ROC 的护照敢真的免签证哎呢？伊即嘛是民间组织，会变作国土安全部。嘿，国土安全部是官方的组织呢。啊，官方的组织啊 ，AIT 本来450名，即嘛剩偌济？你敢知？40个尔。啊，要拢甩队，甩去内湖，各位，要甩去内湖，听好哦。甩去内湖的时阵。就是表示说美国的军政府马上要入来，所以潘内达就是前几日跟那个顶礼拜还是潘内达做那个国防部部长，派国土安全部人来咱台湾民政府办公室，给咱送咱旗啊，美国海军陆战的旗啊，那个红的，那是伊荷兰的呢。啊，就佫加一句话 ，As you wish， 如你们所愿。所以我甲各位讲。今年内底，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驻内湖，无问题。好，进驻内湖，我问你，进驻内湖，你要给表示欢迎？啊，我拿来提迄个买海军陆战队的旗啊，未使的，你不是海军陆战队啊，但你有一支旗啊，你当提，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旗，就是这一支。那支会让我出来看看嘛？这支啦，这支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的旗啦。这就是吼、哦，后摆内湖这支是伫2010年9月8号，咱去办酒会时阵，美国荷兰的啦。这支旗又跟他讲，当面承诺，美国海军陆战队进来台湾的时候，这支旗一定要升起。你敢知 AIT？一直跟咱讲，以前无升美国国旗，你敢知影？是咱连续4年去啊抗议，而且佫送伊美国国旗，因为伊讲我没有美国国旗。我好，你无玩，我送你，我送了，伊就佮升起来。有够趣味呢！这支是咱台湾民政的旗啦。这支呢，我简单甲你解说，这个红的就是代表啥？日本天皇啦。六颗星是啥？六个州啦。迄青青的迄个星星是啥？美国军事政府啦。台湾仍然处于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那按照规划，日本时代到最后有六个州啦。真简单啦、啊，恢复到以前。美国讲讲一句话，我美国甲日本天皇战争。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我若要将台湾的问题来解决，要跟什么人讨论？日本天皇啊，跟中国有关系吗？
啊，只要推下面呢，台湾啊，中国唔在肯无？我问你咧，领导家己要娶某，刚才问隔壁讲，啊，你唔在肯无？这简单的道理，你看无呢？这个台湾人看无呢？好，有阵时阵吼，足爱笑的，啊嘛足气的。你捌拄着安尼吗？捌拄着这款举手？讲甲你，你甲讲吼，啊，你爱问中国肯肯啊唔肯？我讲中国肯啊唔肯哦？你若上国际班哦，或者中国国情报告，我就讲给你听，看偌好笑就好。所以啊，讲过转来，恁在遐受训很好，咱这种现况实况转播啦。啊，你明仔载爱在赶快来围，啊！啊，这个第三天哦，第三天的早是七点半，要发的美国国旗，那是美国政府规定的。这个国旗你挂起来，啊，若歹去，你会当摕转来换，剩一条嘛无要紧，摕转来换，搁换一支新的，免钱的。反正美国爱荷兰的嘛，伊欠来的。啊，但是又规定袂当用德国，讲一摆，你应该要旗杆，哈、哦，你就有旗杆的野手。啊，无旗杆无卖相机啊，你看啦，卖无？卖无？卖机啊无？啊，卖拍手啊！啊，你无机啊吼？你还买旗杆来？旗杆哦，你会当买一支吼？一杆干？你用头的老鹰？那你只老鹰吼？偌济中心讲打电话甲我讲吼，我甲你讲啦，我老鹰无去啦，我你来无去？伊讲吼，我已经挂起来吼，我挂你，我挂你外口。我三个半暝，我起来看，我还够有电。这阵刚起来讲吼，无去啊啦。我吼，好啦，机啊，我会当给你啦。但是老鹰我袂当给你啊，你爱家己买啦。迄是咱第二期的学员哦，伊做的啦。吼，啊做啊真好，甲原来一模一样。所以我跟你讲吼，你若挂你外号是对，但是呢，上好是挂伫讲吼，你若无你就挂吼，暗皮甲收来。啊！无只老鹰是追无的，会飞去啊！迄老鹰是活的，会飞去。迄老鹰足水呢，迄只老鹰吼、哦、是为罗马时代一直到今日传到美国，所以美国内政部在游行的时候，那迄只老鹰做代先，你甲注意看。后摆你后摆无，你普通是袂注意，但你现在甲注意看，老鹰做代先。歹势哦，拢无甲恁下课，啊，可见恁大家捧光拢袂歹。咱稍等下吼，伫楼骹吼，你有迄、那个啊做番薯汤，吼会当食番薯。啊，恁伫遮哩带三天两暗哦，有上较厉害会当重三公斤。但是我甲你讲哦，你要考虑你的身体状况，胖三公斤是不是很好？你自己决定。你若要大号，我无问题。啊，楼骹吼，会当去等下去啊，下课了吼，有点心好食。后壁到底后壁的冬至吼，歹势，因为后壁出个就。浴室吼、哦，阿袂创好，所以你来即栋诶六楼甲七楼是拢互查甫伫洗，查某诶东西伫你房间内底洗，吼、哦，你莫去楼顶六楼七楼去共洗，因为吼顶即爿吼足侪人吼、哦，走去六楼七楼啦，安尼查甫就毋敢入去啊，所以六楼七楼我先讲吼，六楼七楼是查甫诶，吼、哦、啊，拢总有四间，你会当伫顶管洗，八间啦，会当伫顶管洗，啊，若讲袂赴啊，洗袂赴哦，你明仔载。中道休困的时阵，底下用买会使，好不好？安尼今日这节课哈，到这个所在，多谢各位，谢谢。哦，起立。起立。好。老卡，吃点心。